喂 ，Lawrence 話約我出嚟做運動，攞住兩支鏡頭出嚟係點先？約你出嚟做運動，梗係試下支75E APO Autofocus 自動對焦啦。啊，依支鏡咧就咧，你做運動嗰陣時咧，可以追住你嚟影，爆冇實焦。啊，不過咧，我咧另外帶咗一支75 1.4一代，咁啊兩支睇下個效果拍出嚟點樣樣，好唔好？好啊。哇！大家啱啱睇完 Candy 條片啦，係咪覺得好青春呢？哇！我睇完啦，都覺得自己年青咗啊！好啦，嗱，試完兩支75啦，嗱，依支就係75 1.4一代啦，咁依支咧就係75 2光圈 A Pro 自動鏡，咁啊嗱，其實兩支咧影出嚟個效果咧都有好大分別嘅。呢支75 1.4一代啦，影出嚟咧嗰個照片咧嗰、那個過渡啦，嗰種華麗嘅感覺啦，同埋嗰種舊嘅散景咧，真係好吸引，真係用過咧翻唔到轉頭嘅。咁而呢支75 2光圈 A 補鏡咧，對焦速度非常之快，個影像影出嚟咧好 sharp， 反差咧亦都比之一代咧係高好多嘅。咁其實咧兩支鏡咧都有唔同嘅用途嘅，嚟呢支一代啦，咁我會用嚟咧真係慢慢嘆啦，影靚女啦，影相啦。哇！嗰種感覺咧，真係好舒服。咁而呢支2光圈嘅自動鏡啦，咁好快咧可以捕捉到咧一啲快嘅動作啦，capture 到即時嘅 moment 啦。咁同埋咧個 sharpness 咧非常之夠啊。咁所以咧用嚟咧哇紋相啊，用嚟出 job 咧真係冇得頂嗱。咁而且咧嗱呢支 M 鏡咧，咁你換咗其他嘅轉接環啦，就可以用落。SL 機啦 ，M 機亦都可以用到啦。咁但係呢支 SL 鏡咧，咁啊 L 掹，咁啊淨係可以用翻 SL 嘅相機啦，或者 L 掹嘅相機啦。咁啊嗱，各有各好，睇下你點樣選擇啦。好嗱，今次咧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